世界目光聚焦中国，粤港澳大湾区以势不可挡的步伐加速崛起。珠海，中国唯一与港澳陆路相连城市，正以港珠澳大桥、深中通道、虎门大桥、虎门二桥、深珠通道、湘港三轨、五环九纵的八达交通，形成海陆空立体交通体系，鼎立世界湾区。未来横琴亦将显现另一个香港维多利亚港。横琴于2009年由中央统一规划，配套完善交通网络，顶尖学府，港人港税，澳人澳税，特色金融利好，澳门单牌车入横琴，未来股票交易所落地，横琴有望成为第二个澳门，吸引世界五百强企业纷纷进驻，替造珠海 CBD 新格局。当中的住宅用地仅有8%，结合依山傍水环境，宜商更宜居。融创新兴济华财富广场，由全国四强开发商融创中国与世界五百强央企新兴济华联袂打造，位处横琴自贸区中心商务区，立足横琴大桥落点旁，与澳门遥遥相望。比邻保税区、横琴金融岛，5分钟抵离横琴口岸，15分钟直达港珠澳大桥，尽享交通便利。项目以双座高层连群楼设计，提供70年产权、40至58平方现楼住宅公寓，车享创意空间，独享270度无敌江海景，你随时可以拥有。